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翻到嚟 Pokemon 特别篇咩啦？上次讲到咧，我哋嚟到呢一个嘅呢、這个嘅公司啦，吓、呢个西尔佛公司，然之后咧，最后咧就见到呢个真实嘅哪吒啊，有呢个三圣鸟带咗喺身啊，我哋就开始剧情啦。呢只好危险，我必须要速战速决喎、啊。诶、逐只逐只打噶，即刻留个催眠先，中啦！有边个可以赢到我蛋蛋？除咗神速之外，跟住我哋换只哦、很危险啊！其实呢雷系都先出个化石飞龙先啦，原始之力啦，原始之力，原始之力，哎，好波搞掂咩话？你已经打赢咗闪电，点解要弹个咁样嘅样出嚟嘅？哦，已经打败过你一次啦，再输俾我啦！哎呀，高速移动都系唔够我快，哎 ，good， 再嚟个化石飞龙，哇，咁快醒，冇晒 PP， 可唔可以叫走佢？可以喎，咩话你睇你冇完了？哇！原来可以咁样做嗰个位啊，化石飞龙有咁强嘅一个嘅功用喎，就一嘢嗌走咗对面啫，火鸟啊！急冻鸟，如果你冇咧，将火箭兵团从我身边吸引走咧，去双子岛咧，呢家可能就唔会喺度。真系阿 Red 嘅错，所以咧导致咗急冻鸟俾人咩啦，俾人捉走咗，因为佢。引走咗火箭兵团啊，因为本身火箭兵团追住阿 Red 嘅，飞兵打我唔死嘅应该 ，OK， 拜拜，咩话你带咗吸毒鸟，真系犀利我自己，极聪明，好 ，OK 啦，咁啊化石飞龙冇晒技啦，咁啊放埋一边可以，咩话你竟然打低咗三只传说中嘅雀仔，然后我将呢啲假货拎走啊，放入真正嘅灰色、蓝色徽章，而家七个徽章都一齐啦，有效啦，终于新嘅精灵系，去边啊？咩嚟噶？哈哈哈，系终于嚟啦嘛！摧毁佢用三锤用攻击，三只传说中嘅雀仔咧，即将向你展示火箭兵团嘅力量。喂，哈哈，呢一只咧就系火箭兵团最伟大嘅科学成就啊！用呢只三只精灵嘅力量同时攻击，我哋喺几种嘅精灵身上做咗实验，例如你嘅衣背就系我哋嘅结果啦。哼，你一只怪物！呢、這、一个咧，所有实验室生物嘅命运嚟嘅。我嘅新精灵咧，啊，喂，小蓝又扮唔稳定咩？三圣鸟嘅力量啊，哦、我几咁想要嘅力量啊！深红、灰色、金黄、橙色、彩虹、蓝色，仲有粉红徽章，所有管主嘅力量，我哋好耐以前已经知道。我哋需要所有嘅徽章嚟增强精灵嘅力量，但系从经验丰富嘅道馆嘅管主攞呢个徽章咧，并唔系容易嘅事。我哋试图用呢个武力，但系都冇办法。直到有一日，我哋决心咁等啦，等待你同你嘅朋友咧帮我哋收集佢哋。你睇，我哋本来可以轻易咁消灭你哋，但系你仲有咧价值喺度啊！等我咧感谢一下你做嘅贡献啦，你会死得好快，而且唔会有任何嘅痛苦。啊！首先我哋将接管你咧心目嘅纯白阵，然后我将会咧利用佢嘅未受污染嘅土地，同埋佢嘅人咧对精灵嘅奇怪同情。最终呢个地方咧，将会最终达到一个有用嘅目的。哼，算数啦，呢神物阵只系净系属于佢嘅村民嘅啫，我唔会俾你咧破坏嘅。讲得啱啊！哇，又骑住喷火龙嚟噶，阿 Green 又到场啦。我救咗阿爷同其他人啦，剩低只打低呢个笑话啦。吓，笑话几咁无礼啊！你三色鸟攻击佢啊！你哋咧一对迷人嘅男孩，我相信你哋两个咧都系一个非常英俊嘅男人。咁啊，临尾做乜嘢啊？突然之间咧，无端端想识我哋两个定咩哪知？或者 P 版本咧更加有魅力，但系我估我哋永远都唔会知道呢段对话有啲奇怪喎。点解无端端牵涉到咩英俊嘅男人，同埋呢个比版本更加有魅力？你嘅意思即系话版本唔够魅力嘅意思系咪？杀咗佢哋啊！三色鸟，冇人可以幸免于个爆炸啊！咩话？我哋都化解咗一啲攻击咯。哎，小蓝，等我哋一齐咧赢佢啦。佢又醒翻定咩？大岩石同我曾经系你嘅对手啊，而家系我哋作为盟友嘅并肩作战嘅时候啦。啊，小哥都出埋嚟，佢点解唔可以入由呢个小江角度玩呢一个剧情？呢一个为咗咧你对李如龙做嘅事，我系小江啦，我负责西边嗰边啊。哇，有对讲机，夏小姐驾到，我已经封锁东面东城。好啊，做得唔错啊！南城呢度已经被玉红市嘅市民咧占据，已经被包围啦。火箭兵团，
他们应该已经是这个西尔佛公司总部，我的朋友，甚至对他们隐瞒了这个计划，以确保火箭兵团不会知道。祝你们好运啊 ，boys！ 好啊，现在开始打架啊，没问题啊，一个打赢都得啦，点打喺度？你等咩啊？你需要打得呢个准才，唔好惊啲雀仔啊！呢一个系一个有啲剧情喺背后嚟，背后故事。跪喺三只传说鸟嘅力量面前啊！做咩啊？哦，强制进化定咩？我奇异草冇升到啊，应该系强制剧情进化定咩？奇异草进化啦，奇异花。哇，其实呢只算唔算？其实呢一几得意嘅呢只嘢，我觉得几好睇嘅，好睇过新作嗰三只喎。啊，呢只仲好睇啦，虽然有啲哇，佢咁高攻速嘅，咁高速度嘅你唔得，我要搞佢先，转三拳踢出嚟，想用雷技打我，太天真啦！呢度先用个滚动先，暴风雪，哇，即刻收我档，先留个 fake out， 电磁波唔知得唔得，应该唔得系嘛，试下先，大智先。再攞蛋蛋催眠，哇胜了，即刻催眠咗佢啦，定准才。再攞个蚊香蛙啦，照道理应该系识飞嘅话，佢哋我唔知佢有冇格，我唔知佢有冇飞行嘅属性。我哋先用冰技先，效果系有效嘅，即系有飞行啦。我哋可以照用水再测试一下，水就对佢冇效嘅，即系话佢系飞行，跟住再加其中一个唔知咩，或者净系飞行。啊、我哋已经得知咗呢一局嘅，开技喎，可以飞行嘅，我哋转只化石飞龙啦。咩话？对方三次都矮地狱，你边度嚟矮地狱啊，大佬？哇，可能会死嘅咁样打落嚟，真系死咗。先留个蛋蛋再催眠佢先啦。打雷 ，Oh my god！ 咦，我应该叫走佢，叫走佢会唔会即刻赢到？失败了，冇啦，佢唔俾叫走啦。我高速移动打雷，奇花可唔可以发挥佢嘅队长本能啊？啱啱头先佢进化，有机会啊，中到就点啦？好，玩完啦，神鸟马击即刻扯死咗。Oh my god！ 唔紧要啊，我哋再嚟个几高速啊！我对面只，其实我好想知道佢嗰个系咩属性，何星应该冇得睇啦，系嘛？我系。看一看有没有那个蛋蛋的资讯先，应该不是属于这个的、第一阶段，这个是1至151的图鉴，我想它应该不是属于这个里面。好来了，为什么一定要跟这个人讲的麻烦？奇草进化，奇花，喂，我刚刚停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样太快，不想 cut 了，不想 B 了那个奇花进化。喂，又快过嘅今次，咁我知啦，睇嚟佢嘅速度咧有机会快过我，有机会慢过我，即系话佢嗰个嘅可能个体值啊或者性格上咧，每一场都有变化，所以头先咧佢系快过我嘅，但亦都有可能咧就系佢依家个速度同我一样速度，我系220速度，啊220速度，可唔可以换只奇异花先？再留个几分钟啲，哎呀咁快醒啊，真系咧，飞碟。啊、都是我快啲啊 ，OK。哇，唔系话咁快醒嘅，你咪老友，快得滞、啊，仲要即刻俾人锁住我添，用飞行技佢，难打喎、啊、呢场。仲有，收下伏特，伏特攻击，哎唔够佢快，竟然都。催眠三拳石滚动，哇，好难打呢只，难打嘅地方系咧，我唔知道佢系咩嘢嘅属性啊，唔知道乜嘢能力值，所以我唔知道用啲咩手段去对付佢会好啲。暴风雪，得翻蛋蛋点玩？得翻蛋蛋，俾人火烧蛋蛋喎呢度。我哋试下一开头用比加超睇过唔过到啦。哎呀，唔想停咗又，有啲难打呢一个嘅，用错技。
Big O， 跟住仲有电波，啊唔够佢快啦，已经唔够佢快，咁就来个催眠先，几快？几分钟先？诶，掂啦，搞掂，中嗰几分钟基本上已经同死咗冇分别。我哋只需要用嘅就系万状或者催眠粉，但系催眠粉都冇用啦。诶，头先佢竟然用飞人技，仲谂住话冇用，点知佢下一弯即刻打我块面。大大力咁打我块面，自然之力高速升升，念力咧，拜拜，赢咗啦！只要我中到寄生种子呢啲嘢，就完全唔系威胁啦，冇可能噶。反目分解啊嘛，嗰三只雀仔系啦，佢哋自由啦，三只雀仔走啦，翻翻原本地方啦，我要走啦，走啦，佢都走埋啦，走啦，奇异花，嗯、啊。快啲啦！仲企喺度做咩啊？五把木啊，点点点点点，面色一沉。诶、欸，做咩啊？呢个系西尔佛啊？乜云网击鼓？诶、欸，头先嗰个系咩声嚟噶？系咪 3D 龙啊？好高兴咧，每个人咧都安然无恙，冇人咧从我哋身边溜走。而咧呢一个火箭兵团嘅 boss 同埋三个支持火箭兵团嘅管主，即系三个干部啦，佢哋嘅。但系我哋已经救出咗咧所有嘅精灵啦。经过适当的训练、爱和照顾，佢都会成为强大的精灵，即系有部分有一啲嘅研究嗰啲啦，啊，有部分进行研究的精灵。小蓝呢又不知道变咗啲咩，匿埋咗喺侧边。谂唔到咧，火箭兵团嘅新精灵会一直咁样嘅怪物雀仔，我大计划就咁就完咗啦！哈哈哈哈！佢点解会喺度噶？我期待咧石英高原都系同你相见，哇！喺即刻 friend 咗定咩喎？你睇下已经大高啦，阿妈祝你一切顺利啊，仔，多谢你。哇！呢个咩地震嚟啊？咩事啊？做咩小霞？华南市有嘢爆炸，唔理系啲咩都系佢造成咗小地震，我要确保咧华南市嘅居民安全。再见。哦，即系要翻翻去咯。咩爆炸会造成咧咁大嘅震动，连华南市都可以感觉到？祝你好运，我哋要走啦。哇！一齐走。三圣鸟篇章结束，下面都有攞得未啊？呢、這个都系唔攞得嗰、那个，我想上去睇下佢嗰个咩云网有冇人知道？我自己都唔知道咩云网咯、啊，系以前嗰啲嘢，应该唔系以前，应该系新嘅话，我都唔知咩嚟嘅。点样上去啊？唔系呢度，另一度。哎，唔系、啊。我用阿 Red 上唔到去阿 Green 去嗰个地方，因为佢要喷火龙，佢要识飞喎。唉、哎，咁我冇啦。实力嘅差距就系咁啦。我哋冇一个代步嘅工具。人哋小茂人哋 Green 就咁可能嗌喷火龙出嚟啦，跟住就可以骑上去啦。跟住阿 Red 咧仲喺度铲紧个烂鬼蛋，啊冇啊烂咗添啊！佢最后架单车系嘛？最后架单车仲要烂埋添。我哋依家应该要去华南市咯，我谂。既然佢有劇情，哦有啦有啦，哇沙漠几好喎、啊、做得，呢度有沙漠嘅天气啦，证明呢一个华南市出现咗一啲状况，有啲异常，然之后咧再加埋一个诡异嘅 BGM， 真系不得了，嗰、这个 BPV 真系样样嘢都做得好好咧，所以呢个就系点解高分嘅原因，点解一行开佢就变翻华南市嘅音乐嘅，即刻秒打我又，睇下先发生大震动。有咩震动啊？呢边应该唔会啊。道馆呢度嘅每个人都好安全，冇人咧系地震中受伤或者死亡，但系咧有个可疑啊，我感觉系一只好强大嘅精灵造成。咁即系咩啊？即系冇任何嘅一个嘅，冇任何一个人死咗，但系有一个异常，有一只强大嘅精灵去搞事啊！我哋而家有几多徽章啊？而家争最后一个徽章就系呢一个叫做上半市啊！我哋先望下上半市可唔可以打呢一个道馆战先。哦，点解咁入嘅道馆？应该冇啦，我谂下。如果冇嘅话，大概估应该会系要解决咗华南市嗰个剧情先啊，定系直接？定系直接过石英高原咧？因为头先阿 Green 有讲到去石英高原见嘅，我系咩啊？朱莉定咩门里？
负责注册呢个石英联盟嘅人啊，你要注册？诶，未冇几耐之前已经注册咗咯，好慢先至开始。呢度去边噶？有啲咁嘅地方嘅咩？冇乜印象呢、這个。好怪，啲马骝仔。EM 十冇啊，得呢个地，得头先嗰个石英高原嗰个嘅注册位啫。即系话唔系石英高原入面啊，个剧情而家进行到。唔通系环市？佢呢个其实系支线嚟嘅，会唔会系？好，系咪呢度啊？卢克，我知系你嘅。水下面可以见到有发光，但我冇得潜水喎、啊，依家。如果唔系呢个位喺边度啊？咁喺呢边。奇糖果，呢度冇路行啦。呢边系咪呢度咧？沙尘暴，诶、欸，佢又啊喺呢度啦，呢度。正辉，你喺度做咩啊？你知道我哋调查嘅，华岩石怪物系啊！爆炸发生之前，我喺华岩石西北区，我见到一只怪物咧从天而降，落地嘅时候咧炸毁咗半径内嘅一切，成个地区咧而家窿晒。我知道啦，听嚟你系只非常强大嘅精灵。我听奈奈美讲你打赢咗火之兵团啊，因为咧你喺对佢哋嘅比赛中获得咗胜利，但系唔意味住咧你应该俾自己合入你群。呢个文章真系唔系好掂啊！呢、這个翻译。即系简单啲嚟讲咧，就系话咧，即使你赢到呢个比赛咧，但系你都唔应该咧啊，去诶、去俾自己陷入另一个危险。我都突然之间唔识点样译啊呢个。即使你好劲，但系都唔应该咧置身，即系唔系置身诶、置危险当中咁样啦吓。呢度啊，你仲未够强啊？你更强啦！咩话？我走啦，依家喂，我走啦，咩事啊？呢个咧，你做咩啊？我哋走啦，快啲！未知地牢，咦？呢度就新去下一个地方喎，呢、這个。Okay, 哇！百变怪，百变怪我哋有啊，所以我哋已经冇用啦，百变怪。冰之石啊，好好奇其他人会用啲咩精灵过关。因為突然之間諗起咧，呢啲 game 咧，其實佢有，火降喺度喎。突然之間見到火，因為呢啲 game 咧，大多數咧，佢都我諗應該大部分人都會有帶呢個比較超啦。我主要原因因為佢有加速呢個特性，但我唔知係咪真係所有人都會帶。好，我哋睇下呢一個先，乜鬼嘢啊 ？Safe。食多啦！呢啲咩鬼嘢嚟噶？我150咧，喂，唔掂啊！150系咪要我死噶呢个？点样打150咧？定系要走啊？试下走先，无法逃跑喎、啊！哇，佢都快过我150咧，大佬，我只弹弹都唔够快。有机喎、啊，其实有机会打赢咁样又。我哋试下死出去睇下会有啲咩特别先。哦，咁点解会有呢个咩地牢呢一个剧情嘅？我哋去埋揾正辉一次，睇下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剧情讲啦。因为我觉得最大可能都系正辉呢一度，继续努力喺呢个传送器度落功夫，咁冇啦噃。可以行嘅地方都已经行晒，你啊，又唔系啦，你啊，又唔系。好啦，今集时间就嚟到呢度先啦，我哋下集继续再去行其他接下来嘅剧情啦。因为我唔太知道依家我应该要去边度，系啦，我唔太知道要去边度。咁啊，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再见。